提到325这一颗人是粉，那主要它的原理逻辑我刚刚讲过啊，就是说我如果今天我的需求是希望怎么样，把那个 B 栏的资料，不包含 B1 哦，底下的这些资料四个变成纵向四个变横向四个。第二个的话呢，把冒号前面的资料去掉的话，那该怎么做？那第一个当然哦，我们如果说要横四个的话，那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用 V 函数是办不到的，好，所以这一题没有办法，理论上应该没办法用 V 函数帮你把资料调过来。那只是说呢，你可以用哪个函数？这个时候的话哈，你可能插入函数里面的话，可以找一下查阅与参照，好，那旧版叫检视与参照，里面的话呢，会有一个叫 index 函数。或者叫 indirect 函数啊，其实这两个函数呢都可以办得到，甚至另外有一个叫 offset 也可以啦，我印象中 offset 好，其实这个也可以好，那理论上用的比较多的就 index， OK， index 其实有点像是那个 VBA 里面那个 sales， 好， sales 那个物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dex， 好，直接按确定好了好，他会跟我要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 array， 如果你将来看到 array 的话，基本上指的就是范围，哎，哪个范围啊？哦，你 B2 哈、哦、，Ctrl Shift 向下到 B33 啊，这个范围哦，那哪一列？哎，特别注意哦，指的是你要把资料搬到这边来的话，那你的来源的范围里面呢？请问一下，你要因为范围哈、哦。不止一个储存格，可是呢，你这边呢储存格只能抓其中一个，所以你要告诉说，那你要抓的是这个范围里面哪一列啊？哦，我要抓这个范围的第一列，所以输入一。那哪一栏呢？哎，那这个范围里面，因为只有一栏，所以一定只有一。也就是说，将来哈、哦，这个 B2 到 B33 是固定的，不会变，一也不会变，会变的是这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按确定的话。他就帮你抓什么入职时间第一个，那如果你要第二个的话呢，实际上哦，就是有点像把这个公式怎么样，把它复制贴到姓名这边的话，只要把中间哦 row in 这个 row 哈、哦、列的位置哈、哦，把它改成2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呢，如果你如果要取得下一个的话啦，那当然这个地方贴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基本上这个边改3就可以了。OK， 好、哦，以此类推。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希望、哦、把这边纵向的资料变成横向四个，横向四个的话，那你变成说这边要是什么一，这边变二、三、四，哎，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也就是说、哦、我们这个公式里面哦，只要啊这个数字怎么样，它可以随着怎么样？随着我向右哈一栏，它自动帮我加一。但是呢，加到四之后的话哈，变成呢，它没有办法再往这边变五六七八，它变成说向下啊，变五六七八。哎，所以有什么方式哈，可以让这个有点像一个数字表格先产生？那这个的话呢哈，你们可以参考那个云端白板，就像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这里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学会两个函数，一个函数叫 column， 一个函数叫 row。那首先的话啦，我们先不要看 index， 我们先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如果我要1234产生的话，最简单的话，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查阅与参照里面的 column， 没有 s 哦 ，column 哦。然后你按确定，你会发现哦，它会得到4，为什么？因为第一栏是第四栏。所以你向右填满的话呢，变什么5678？那假如说我要是1234的话，那很简单嘛，减掉多少？减掉3就好了嘛。OK， 打个勾。这样的话呢，就1234了。哎、欸，但问题哦，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哎、欸，还是1234。可是呢，如果我今天希望哦，向右，它这个第一列的时候呢，1234，向下的话呢，哈。下一列呢，就是加4的倍数。如果下一列就加4的一倍，再下一列是2倍，哎，以此类推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公式里面的这个地方加上什么？
4的倍数，那可是问题哦，这个倍数哦，我们接下来可以用什么？用一个这个在这边哦，插入函数，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row 列函数。那这个列函数啦，跟 colon 有点类似啦，其实就向下填满，它就会什么抓到你现在所在的列啊，刚好都数字。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哦把这个假设说我目前这一列哈不加4的倍数的话，那我可以怎么把row减掉2，然后后面的话哈，记得哦把它刮胡先减掉，为什么呢？因为你目前所在列不要加上4的倍数，那如果假设第三列的话，那3减掉2，那变成1嘛，1乘上4，那不就4的一倍、4的两倍、4的三倍，以此类推，那我不就有一个公式可以用了？好，我把它打勾哦。各位可以看到哦，也就是你底下的话哈，这个是加上4的一倍、两倍、三倍，所以呢，我只要把这个公式哦，刮胡 row 减4乘上，乘上4哦，把它放在这里，加上什么了？刚刚那个公式，打个勾。那各位可以看到，向右、向下。基本上就做出来了，我们到1到32就可以了。OK 哈，那你会发现哦，这个数字表格呢就做出来啊，做出来之后的话呢，基本上呢，我们就可以把这边的公式呢，把它再剪下，放到哪里呢？放到刚刚那个 index 里面哦。刚刚不是最近使用过 index？ 那 index 里面的第二个参数哈，基本上呢就是需要什么1234啊，所以Array 的话呢，就是 B2，Ctrl Shift 向下，记得呢，把它选起来按 F4， 什么呢？锁住它这个范围。那栏的话，因为只有一栏，输入一，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哈。从这个范围，帮我按照这个数字哈的列，其实就是第几列了哈，分别帮我放在这里面，好，按确定，向右。向下，然后呢，再把 D 跟 G 选起来，快点两下。好，这样的话呢，很快哈，我们就把纵向的一栏拆成4个栏位啦。OK， 第一阶段就完成了哈，请各位先试试看哈。刚刚主要第一阶段是建立1到32的一个数字表格，放在 index 里面，好，就大功告。但是问题这个还没结束，做完之后的话哦，有一个东西很麻烦，入职时间冒号，姓名冒号，有什么方式哦，可以把这个冒号以前啊，包含冒号，把它去掉。当然不是叫你土法炼钢啦，哦，没有说哦，把它复制贴上之后只有文字，或者什么剖析，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其实当然我想了很多方法啦，包含就是用 replace 啦。后来发现用也要用 find 也用 find 冒号，冒号后面所有的资料可以啦。可是呢，哪一个公式最简单？请各位试试看好了哈。好，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哈。